신아. 신아. 叫我吗？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头还在隐隐作痛，可是必须去找希娜才行。希娜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告诉我，慢慢说，琥珀街最……你不是我的想象，对不对？领在，我得快点找到你。解决领在又怎样？我一定能找到你，我必须找到你，希娜，希娜蒂亚。希娜，希娜。这里也没有末日之矛，希娜，是这个世界都把你藏起来了吗？为什么？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你？我要怎样才能分辨那边是梦？已发现可疑目标，现在开始实施接触。陈学姐。哼，用这个称呼向我套近乎的你还是第一个，看来你至少事先了解过我的情况。不过很抱歉，这没什么用。陈学姐为什么会在狼丘？怎么和你踩点时的情报不一样？收回前言，你的准备工作不是很到位啊。不过很可惜，你没有重试一次的机会了。根据狼丘安全管理条例第22条，闯入禁地的危险分子就地收容。头痛又开始了。这次换成装病战术了，不用耍花招，像你这样自作聪明的人我见多了。视线好模糊。嗯，这家伙的脸色不太妙啊。警告，贸然接近嫌疑人存在较高风险。扫描结果显示，目标对象身体状况良好，不排除嫌疑人为了逃避责罚博取同情的可能。糟糕，意识撑不住了。哼，灵感这个嘛。